尤其是女孩子，我们都知道说男孩子要穷养，女孩子要富养，这是很多家里的观念。说对女孩呢，能满足的什么要求就给她什么要求，所以女孩在家里就受到一种宠爱。那么走到社会上呢，就说参加了你比方上了大学了或者什么，你会发现这个现象，这现在的女孩子比较受宠，尤其是美女啊，到哪儿都有人捧着，吃饭有人主动买单，反正女孩子提出什么要求，你对方很难拒绝。所以在这种呢，就是外部环境和家庭环境双重作用下呢，很多女孩呢优势意识很足，就是我长得漂亮或者我比较可爱，我年轻，我就是个可爱的小白兔，你们就应该宠着我，大伙都应该对我好。所以在这样一种意识之下呢，她就一点点放松了对外界的警惕，再加上性格要开朗活泼一点，再单纯纯真天真一点，很容易轻易相信其他人。你像我们看这个重庆发生这个事情，上错了车了，居然对这个陌生的司机也听之任之，信任他，以为他一定能给拉到地方。你这就典型的太过轻信于人，自己有一种我就是那个漂亮的小白兔，谁都得宠着我。可是问题，别人喜欢你不等于就不会伤害你啊！再怎么喜欢你，你毕竟是个小白兔，当你碰到恶狼和狮子的时候，你可能会遭受到厄运。所以防范意识不强来自什么？优越感失足。就是无论是家庭对女孩的这种宠爱，还是外部环境对女孩这种宠爱，都无形间使这些女孩放松了警惕。再加上我说女大学生前面没有跟社会人广泛接触的经历，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们觉得这是一些女大学生疏于防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说白了，平常可能宠爱她的人很多，到哪儿去美女啊，给你行方便，她就觉得大家都喜欢她，就觉得没有人会害我，谁忍心害我？我多可爱！其实我认为这个是现在很多女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动向。在第二点，我们得承认，即使是你没有过跟社会广泛接触的机会，如果你把身边的这个一点一滴的事你注意观察，也不难得出防范的社会经验。可是现在的学生有一个突出问题，和虚拟世界打交道比和现实世界打交道的时间要多得多。你咱们现在可以问问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些年轻朋友，尤其是学生，你每天在电脑上和手机上要消耗多少时间？你跟其他人面对面接触，跟同学、跟老师、跟家长谈话的时间能有多长时间？我告诉大家，虚拟世界你是得不出社会经验的。很多人说我什么都知道啊，我这看不少电视剧了，我在网上看很多新闻了，我应该了解社会，那差远了。虚拟世界很多东西它为了吸引你的眼球，它有意识的夸大或者缩小，甚至制造一些很浪漫的东西，很安全无害的东西吸引你来看。咱们看很多的影视剧，你像包括有人喜欢韩剧，像来自星星的你那种爱情，现实当中可能存在吗？不可能存在的。而是很多女生被迷得五迷三道的，这虚拟世界跟现实它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可是很多孩子呢，却把虚拟世界当作是自己的一种社会经验，在这里边沉湎时间太长，你对虚拟世界关注多了，对现实世界关注一定少。而且有的人根本不听身边人的话，认为你们都 out， 你们都太 low 啊！我这看这个网上这些东西多好啊，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爹妈说的都过时了，哎呀，整天防着这防着那个，你看你们谨小慎微，不信这些事儿。所以我说，在虚拟世界接触的过多，对他接触现实、了解现实这个影响非常大。而且将来这个现象，现在这个电脑、手机这么普及，有可能这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全社会关注的话题。再有第三点，智能手机的普及对这些事件的发生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什么？热衷于网络世界，沉湎于智能手机。你走到大街上，你看年轻人有几个事还是正经带着他们走路，你走到街上都拿着手机在那看，哎，在那刷微博啊、发微信的等等等等，聊天或者看视频。为何说过分沉湎容易让青少年置身危险境地？身边啥环境我都不管了，我也看不见了。所以真有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他也来不及做出反应。智能手机的普及对这些事件的发生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啥？智能手机太丰富了，拿这个手机里边什么都有。你现在你看看，你走到大街上，你看年轻人有几个是还是正经带着他们走路看着什么的，大多数都是你走到街上都拿着手机在看，看得有点心无旁骛，眼观一路耳听一方，
这不前不久有那么一个事儿，一个女大学生也是在电梯里嘛，她不知道电梯下边呢是那么大的空洞，还看手机，一下掉下去摔死了。你现在走的街上，你看那看的简直旁若无人的那年轻孩子有的是，而有很多的孩子，比方说上了车或者到哪个环境下，往往之间拿起手机在那玩，哎，在那刷微博啊、发微信呢、啊、等等等等聊天或者看视频，这个非常危险。尤其是你走到一个公共场合，或者说偏僻无人的地方，往往你就忽略了周围的发生的事儿，往往危险一步步向你临近呢，你都不知道。所以我说，过度的关注这手机，使你在一个不熟悉环境下，你对环境失去了洞察力。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小帅当中这几个，我就按照正常推测，有可能搭错车的女孩上车根本都没来得及想到去核实这个陌生人的一些信息，把握不把握，可能上了车想当然掏出手机就在那看发微信干什么。我想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就是咱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总说这个教育不足那个教育不足，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要分析，我觉得不外乎我刚才说那几点。现在的女孩尤其女大学生得到很多人的这种宠爱啊，她就觉得别人不会害我，而且穿着啊这个显得很富裕时尚靓丽性感暴露，这都可能诱使犯罪分子下手的这样的动因。而虚拟世界里待时间太长了，对现实世界了解越来越少，在家身边有这么个手机，只要拿着这个身边啥环境我都不管了，我也看不见了，所以真有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他也来不及做出反应了，就是没有时刻警惕这些潜在的威胁随时会来到自个儿身边。所以我认为这几点加在一块儿，是发生这些事件的一个不能推卸的原因。所以反过来这个事情我们从逆向思维角度考虑，就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些学生如何避免受到这样侵害？那其实我刚才说那几点，如果你能够反向的把它纠正了，那么可能这问题就好解决了。那么在具体到一些具体设施上来讲呢，其实他应该有这么平常经常做到几件事儿。首先一个呢，尽可能不去走那偏僻的道路，如果走这个道呢，最好是结伴而行，而且你走到哪儿，尽可能多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要有人接应你，这是最好的。另外我再说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对线路要有个起码的规划。你看济南姓金这个女大学生，哎，那个犯罪嫌疑人拉着她从这市里转一大圈都两个多小时，她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说她之前根本没有对行进线路做功课。应该的是什么呢？不要盲目的相信自己，说我这么大了我啥不知道，我走哪儿我看站牌呗，我看时刻表呗，我哪儿都行，根本不听家里。你出门之前就要充分考虑到我几点到哪儿，有可能赶上哪班车，我事先把列车时刻都看了一下，然后我到哪儿去，如果那边有朋友接你，告诉准点到哪儿，尽可能按照这个规划来，旅途发生变化要随时通告自己家里人和接应你的朋友。这个说实在的，我得说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可比现在的孩子这方面要细多了，我到现在都保持这习惯。比方说我出门要去哪儿，我肯定在走之前会把我的线路规划一遍，而且这旅途当中发生一点意外，你比方说哪怕晚点了，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那边要接我的人。为什么？一个是你替人家负责任，你得对得起人家，晚点了你让那么早来不是那么事，第二也告诉他在哪哪哪要准时的接应我，就这已经入到我们这代人骨子里头了。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是这样，出门之前有时候漫无目的，说我从北京出发要去上海，先去火车站或去飞机场，赶上哪班算哪班。有的时候那边家里人亲戚朋友接他，他这边晚点也不告诉我，自己在反正在飞机场在火车站没事就摁着手机玩，有的都想不到说把这个通告给接待自己的人。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对人不尊重，另一方面这等于你在安全这个环节上就出现了重大的疏漏。所以我说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是无处不在的，咱们应该从这些细节角度入手，把一些安全隐患呢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当然呢，针对这个报道很多人都说，哎呀没那么严重，这小概率事件，你弄得现在很多女大学生都害怕呀，哪天我也倒了霉了，厄运到我身上，这制造恐慌总不好。其实我认为这种恐慌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小概率事件一旦要发生了，那可就变成了彻底的伤害，就1%的可能发生，但是发生到你身上就是100%的伤害。那么我们在一定程度来讲重视这样的事儿，心怀畏惧，
怀有一定的恐惧而多加防范，又有什么错？